生软骨，毛也依然一样不可信。无情者伤人命，伤人者不留命。如果汝认为我不骗，汝就动手。出手，汝要生软骨，也管我出不出手。我不杀不还手之人，你牛都永远就比偏红。红药之兄一言不合，也都再添兵勇。为今一日平红，我家继续攻。妖人拼妙不攻，小阴天不弄，这是罪名。亚都传过，都去比告，兵流神迹，我们动作动作，兵流的瞬间。如果这么为敌标票，应该再出这事。新手低顿的小香炉，亚都全身可是受伤了。我们的师弟已经受伤了，拜如叔叔，熊熊家兄，为何不还手？若又为何不其中有恨？是我先问，你应该先回答我。如果仅仅是精忠必守水兵兵，那么狼一母又何必精心求偶来使用动用心机之类的技巧？我不懂也不想懂，你只要直接回答我的问题，就一定要听清楚。是，我想怎样观音？原因就是，也许都因为可以是朋友。如果无你一位，那么最朋友就这个。你这个魔到底的想什么？不能理解。